还有几个座位？还剩三个。三位。哇哦哇！这个赛制大部分靠运气。有没有不服？去吧。有没有不服？怎么咬的？他咬的那个瓶子会往后滑。哦。真的是要暴走了，上去转就是转不到，真的是憋得慌。好，接下来请出下一组选手 ，Apple， 川林 ，Apple， 波波，加油！哇，一下三个。我到后面我又看到一点希望，因为已经剩下两三组了，直到最后那个三个跳 Urban 的，就开始有点怀疑人生了，你知道吧？四位队长好，黄波老师好。我是来自汉良哥赛道的李春林。我是来自加尔队长赛道的 Apple。 哇哦，我是来自一行队长的波波。期待你们的表演，加油！我们作品偏抒情风格，让队长们要的好，赶紧高级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个好厉害。先投票吧，三二一，三票，三票啊，三票通过。三票没通过。哥，叶华木老师，他要四票才能通过。没有，太兴奋上头了，上头了，上头了。因为刚才他们跟我一交流，我就稍微有点晕。告诉我们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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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然后我觉得 OK 晃晕了。还是说一下我们看完了以后的感受好不好？我投这一票因为力度、速度、情绪跟剧情都满分，给我的感觉。我也觉得都特别好，只是想看一下后面的作品。
王一博我记住了。本来我觉得他是最帅的，结果，哎，好像想一下又没这么帅了。我也能原谅他，原谅他，因为他也是为后面的选手着想。好的，那也就是说，接下来的选手还是有机会。还有谁不服？七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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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了，已经 hold 不住了，在那边。鸡哥太靠后了，毒鸡来了，小鸡，小鸡，都在跑我们啊，那无所谓啊，比赛嘛，就要这样。来，运气的时候来了。各位，还剩三个。七哥又回去了吗？聊了很多遍了，没有他一次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几个人都要没了。我是来自河南郑州的赵海杰，是来自钟汉良老师接到的。哦，起来了。哎呦！二一，没了，满了，那就。虽然真的只有剩下三个位置，但是他们的默契啦、控制力、他们的表演其实真的没有瑕疵，所以你只能把剩下的三个位置都给他们。哇，这一下人数就满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还有这么多人没跳。那鸡哥太难受了呀。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完全跟你事与愿违。知道吧，事与愿违，完全没有机会。我觉得等到最后是最难受的，跳都不能跳了。鸡哥好像他那个搭档他一直下来好像就是赚不到钱。还有那边小苏也是，因为当时扣二的人也太多，也不一定会撞到你。就是排到最后面，其实对于舞者来说是身体然后心理的一个煎熬嘛。他们都很可惜，就是其实跳得很好，但是没有位置了，那他们之后可以怎么办呢？帮我麦开一下，麦开一下，麦，喂喂喂，喂，喂，哦好，谢谢四位队长，谢谢黄渤老师。